国语有声善书。无极禅化院虚元堂善书，幽冥沉沦纪实，主著仙佛为地藏王菩萨。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讲，盛世无今夜降著幽冥沉沦纪实，第三章爱河浊浪美痴迷。盛世浊浪红尘，沉沦多少英雄豪杰，世上繁华春梦谁能彻悟，世间荣华富贵如朝露何人知晓，娇妻美妾终须别谁明警醒，浪荡子良心灭风流客痴情结，风花雪月贪恋酒，巫山云雨相思切，怕到头来骷髅粉送空悲切，而为师今夜带你去游爱河如何。那可好，爱河乃高雄市风景之地，名闻台江，徒儿已有甚久之时日未到此地了。然爱河是出了名的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地方，能散步其间别有一番情味，不知恩师带徒儿到那里去有何用意，师徒又非情侣。你别想得太美，哪有那种闲情逸致带你到高雄爱河去谈情说爱，快启程，边走边谈好了，幽冥之路遥长呢。是的，徒儿遵命。去彼服下菩萨所赐之丹丸，师徒同步出堂外，上天犬之背上，朝东北方向迅速而去。今夜天气甚冷，加之要往幽冥之地，徒儿更感凄凉无比。幽冥之路是特别阴森寒冷，所以说地狱意图是非常凄惨的，同时亦甚为遥远呢。否则人亦归空，其灵的受煎熬数十天才能到达地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刚刚为师提到要到爱河去，并非是台江高雄市的爱河，而是幽冥间的爱河事业。地府也有爱河，那想必亦甚有情调，难不成是地府谈情说爱的地方？又敢问恩师，既然是一条河，那是幻境或是真实之境呢？此河非幻境，而是真境也。敢问恩师，既是真境，必有其源头，又流入何处？会于何处呢？此河说来就是源自于世间之欲所形成之污秽之河，经过会流入幽冥之孽海之中。所以说此河之源头在于阳间，开辟入这股汇成污秽之欲流，流入地府孽海事业，愈集愈广愈大，不可收拾事业。原来如此，又怎会称之为爱河呢？明明是孽欲所成的，为何好其名为爱河呢？这当然有其理在也，到了你就知道。再问恩师，此部圣书是不是游历地府之著？虽有点雷同，但题材与劝世意义有异，与后面愈加精彩。师徒谈谈间，天犬越过阴阳界，到了鬼门关之前面，二者均有光明灿烂之金字显示。但天犬并未往鬼门关前进，在鬼门关之前向西北方而行，约有近百里之路。突然间听到浪花汹涌，浪潮澎湃，一望茫茫无际之河，这就是所谓幽冥之爱河也。你可见到在爱河之中男男女女在那飘荡浮沉不已，这么奇怪的爱河，真正名副其实的爱河永浴，一定是非常舒适的吧。如有你想的那么好，幽冥就不要设此河矣。其实在此爱河受难者，都是一些平常在阳间不顾一切的男欢女爱，或是女人利用美色来迷惑男人，或是男人因受美色诱惑而不思上进，毁灭自己之前程，甚至于丢弃国土江山，自古皆是的男人，均是在此爱河中浮沉不定者。原来如此，再让你看清楚些好了，以免空来一趟没有收获而回，更可借以让世人知悉，以为戒醒。此时只见菩萨西杖一阵，爱河显现出景象，歌台舞榭，还有甚多欢愉之场所，灯光闪烁迷人，女人浓妆艳抹，姿态妖娇无比，在那勾引男人，甚多之青年男女受不了迷惑，灯红酒绿，乐不思蜀，达旦通宵，在那儿享热，一受甜言蜜语就挥金如土，在所不惜，至为逍遥。这和现今大都会区风月场所没有两样，大家都把持不住，一有闲暇就往那儿钻，好似人间仙境啊，令徒儿亦有点向往，你认为好事吗？那你也去好了，为师可不管你。徒儿怎敢，此部圣书圣泽还在，怎敢放肆，请恩师恕罪，并原谅徒儿无心之言。这是显现实景，让你知道在河中飘沉之人是属于这类实景所遭遇而来的原因。原来是这样，那难道没有人来救渡他们吗？谁说没有，经常有渡船在河中来来往往，欲唤醒这些沉迷与爱河之灵儿能登船而到彼岸。在那边你没看到有渡船吗？
在船上有数位青年同在船上呼唤着呢，这有用吗？当然，具有灵根者会快速回醒而登船，因此而受度之灵儿也不少呢。眼见那渡船又向下流而去，真是沉迷于色情难返也不错。如果那么好渡，仙佛就可不必太过于操心了。难怪乎这爱河一开，受迷害之元灵想修返乡，真正的家乡还真难也。最后为诗题一诗作为结束。诗曰：爱河原是现人滩，欲出迷津难上难。多少英雄牵线逆，说来总令我心寒。师徒乘天犬回唐。出钱有力出力，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